主料鸭子半只，干红枣十个，花雕酒150毫升，辅料油盐冰糖干黄酱老抽大料桂皮葱姜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红枣泡开，山药去皮切块，锅中不用加油，将鸭块的牙皮朝下放入锅内，用小火煸出鸭油，加入1汤匙干黄酱，量少酱油煸炒上色，加入花雕酒，放入葱姜大料桂皮冰糖和适量水，大火烧开，加盖转小火焖1个小时，再放入去皮的山药和红枣，加盖再焖煮15分钟即成。烹饪技巧，放入干黄酱，盐要酌量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